尖男扮老婆上网撩人强奸啊！就是这个美国贱男啦，扮老婆上征友网站，设计找人强奸他。上个礼拜四，老婆一个人在家，就有人找上门啦。点知再来多个，于是报警，差人查到个登记的 email 是属于克劳福德，还发现他叮嘱上门强奸的人，无论遇到什么反抗都不要退缩。他认自己发出强奸邀请，但是还未知动机，已经落案告他教唆他人强奸和入屋犯罪了。